晚上复刻的美丽，现在起风铃，疯狂地狙击你的心。问一下我们年纪非常小的圆圆还有 Nicole， 这次一次跟这么多姐姐合作有没有很紧张？紧张的话是还好，因为他们其实人都非常好，就是都会教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出性感的魅力，然后我跟 Nicole 也就是学习练习的非常多。你跟 Nicole 练习性感的表情？我听到要跟黑曜结合的时候，其实我蛮紧张，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首舞是比较性感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演员一起在镜子前面，就是练习一些比较性感的表情，然后就是让整个舞台就是不会让我跟他就是比较突兀一点。谁教的？哪个姐姐教你们的性感表情？蓉蓉，蓉蓉姐姐。耶，蓉蓉，你是性感担当的部分是不是？好了，不然我们所有在台上的，我们一二三一起从背面转到正面，然后给大家一个最性感的 pose 好吗？准备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！